主题内底，弥勒尊佛，咱继续看771页。那么今仔日由后壁第六章才开始，伊才共款拢继续用文单的方式来甲咱探讨引起相关的问题。那么文机制。苦地念及宪法为苦，伊则就提出一个问题：伫缘起的禅意之当中，那么这当中呢，到底是有第几支？伊是属于苦地所含念。那么，伊除了是属于苦地以外，并且呢，伊嘛是宪法为苦啊，等于讲，伊不但是属于苦地的范围，而且呢，伊现在就是苦，安尼。那么，答二为生及老死，下面伊则的回答啊，有两支。伊不但是苦的，并且呢，宪法嘛是苦。那么对两支呢，就是生支，啊个老死支，等于讲缘起的前二支呢，咱来了解无明缘行，一直到最后生缘老死，这当中是属于流转。那是伫四圣地当中所含咱探讨的呢，众生伫世间流转，就是苦啊个集。所以呢，缘起在日子呢，就包含伫苦啊个集当中。那么其中对一个部分属于苦地呢，哦，真济拢属于苦地。毋过呢，伫即个苦地当中，伊又个是现法为苦，哦，那么这个就是生啊个老死，因为咱个了解呢，生个老死呢，就是果报出现的时阵叫做生，那么咱这个果报体呢，啊，在变异的过程当中呢，就叫做老死，所以这当中是现法的问题，啊，所以讲叫做现法为苦，搁再来啊问。机智苦地念，当来为苦。搁再呢，有第几支，伊嘛是属于苦地所含念。等于讲伊嘛是属于苦地的范围。毋过呢，伊是当来为苦，毋是现在为苦，是当来为苦。安尼，那么下面的回答，答是。乃至修正之性，简单讲呢，就是色、名色、六处、触、受，这五法的正智，因就属于正智的性质。当然，正智的性质呢，就是人生果报。现在虽然是正智，苦还未发生，毋过到将来呢，早晚有一天，伊果报爱产生。果报产生的时阵呢，苦就出现啊。所以这种苦呢，不是现在的苦，是将来的苦。安尼，现在来讲呢，就是苦因。那么苦果呢，是将来才会产生啊。所以讲叫做当来为苦。安尼，搁再来哈，问机智及地念。搁再第三个问题呢，就甲咱问啊。那么有地归之。伊是属于集地所含量，等于讲伊毋是苦地，伊是属于集地。当然啦，集地呢，就包含啥物货？伊讲答所依之，就是其他的。除了生、老、死，啊，搁再生乃至修正之性以外，剩呢，包括啥物货？包括无明行，啊，搁再呢爱畜有，安尼。
无明啊，搁爱处，伊是属于烦恼。烦恼呢，伊是属于执着。搁在行啊，搁有呢，伊是属于啥物货啊？经济嘛，啊，就是咱造业啊，搁在迄、那个啊，即、這个业经济啊，所以呢，迄属于，这是属于业诶部分，伊嘛是属于执着安尼啊，所以讲叫做所依止啊，所以这三个问答。啊，就是把咱分辨出缘起在二支，伊伫苦集地当中的性质。啊，搁再来啊，问无明以行为作，其有缘为作，无间灭缘为作，九万灭缘。这呢，继续要探讨。啊，缘起在二支，与彼此之间，啊，彼此之间的关系。那么首先呢，就先探讨啊，无明啊，搁行伊个问题。啊，那么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啊，无明与堪行的关系，伊到底是作为行的基有缘？啊，是作为行的无间灭缘，啊，是讲作为行的九万灭缘。这个无明对妄行来讲，那是咱头前所学习的，但是正常缘。无明以作为行的正常缘，安尼。那是以四种的因性当中来探讨呢，无明以作为行的因，就是唯独一种正常因安尼。不过现在这所讲的三种因呢，啊，伊这是站在时间的角度来探讨的，安尼。无明以对照行来讲，就是一种的正常因。啊，这是唔免怀疑，这是唯一的正常因。不过呢，在时间的角度来讲呢，得阁分作这三种，安尼，啊，一个是基有因，一个是无间灭因，一个是九万灭因。这个基有因呢，基有就是同齐活动的意思，啊，同齐做伙，这叫做基有因，就是讲无明。伊要发动行的时阵，唔过迄当阵呢是做伙，安尼，这叫做基有缘。那么无间灭缘呢？啊，就是讲将一刹那是无明，啊，那么呢，后一刹那啊，就是行。伊彼此之间啊是无中断的。等于讲无明，伊要发动行的时阵，唔过呢，这当中啊是无间断发动的，这叫做无间灭缘。那么九万灭缘呢，就是讲无明的能量，虽然啊，伫九万之前就灭啦，不过呢，伊煞会当引发出行，啊，伊嘛是有迄个能量来引发行，哦，虽然讲无明啊，九万之前啊就灭去，不过呢，伊嘛是有能量来引发行的现起，这叫做九万灭缘。那么无明对于行来讲，在这三种的缘当中，到底是对一种缘较对呢？那么下面的回答，答：当知具足三缘，啊，咱来了解。无明以发动行，那么迄种的缘呢，咱来了解呢，就是三种缘拢有，啊，三种缘。不但有基有缘，有无间灭缘，啊，搁有呢啊，九万灭缘，三种的缘，伊拢总有基足，安尼。啊，那么下面伊得阁介个别啊，甲咱解说。那么最首先呢，啊，得先解说这个基有缘。啊，伊讲为有无知，以随顺诸行法中。为己有福种缘，为彼彼殊发起诸行。今仔日
就是因为无知的关系。什么叫做无知？其实无知就是无明。啊，无知就是无明。无明另外一个名称就是无知。今仔日因为无知、无明的关系，那么伊就予咱伫个随顺自行的法当中。这个自行呢，就是作业嘛，采取行动作业，包括善业，包括恶业，包括不动业，这叫做自行。那么伫随顺自行升起的法当中，就是讲，佮有一挂外在的因素。好，那么这外在因素呢，伊嘛会随顺予咱的行发动。那么今仔日呢，因为无明无知的关系，伊作为甚物货呢？具有福种缘，等于讲，在咱面对这个随顺自行的法当中，咱受到无明所蒙蔽，伊呢？得甲咱服从，服甲咱服从，甲咱暗砍掉诶，伊甲咱障碍，互咱对即个随顺自行诶法当中呢，咱得无了知啊，无明诶力量，互咱对有随顺自行诶法当中，咱有无知，因为有无知诶关系，所以呢，咱对有即个随顺自行诶法当中。咱袂当认识伊个真实相，啊，然后得为着比比个事物来发起自行。咱头前嘛捌学习过嘛，无明因行，就是无明发动作业。那么咱为虾米会作业呢？因为咱对这一切法个真实相无了知，无了知个关系，所以呢，咱就会发动作业。因为咱了解呢，三界的果报基本上呢，就是不可爱，基本上就是苦恼。咱如果来当认识这点呢，咱就袂对这三界的果报、三界的诸行有任何的需求，有任何的企图。那么呢，就袂因为这来做种种的业。不过今仔日偏偏无明的关系，伊。予咱无知，伫啥物会无知呢？就是伫只随顺自行的法当中有无知，所以这基本上就是一种缘。那么这种缘叫做啥物会呢？就是具有福种的缘，伊同齐做伙，同齐活动，啊，搁再呢，伊予咱的影响呢，就是对咱产生一个蒙蔽，对咱。产生一个障碍，予咱对有只随顺自行的法当中呢无知，安尼，所以这种叫做具有的缘。那么咱看这个注解，为由无知至发起自行者，此中自行通说心意义三，恢复依附依不动行。那么这个自行呢，这当中所讲的自行，其实是包括身口意三种的业。这个身口意三种的业呢，简单讲，就是咱发动业，发动业的这个方向，咱是透过身，透过意，或者是呢透过意。这个身口意就是咱众生的果报体，咱就是由此来发动作业的。那么呢，咱透过身口意三种所做的业呢，嘛是有三种，就是包括福业、非福业，啊个不动业。所以福业、非福业、不动业，是咱所做这个业伊的内涵。那么身口意呢，就是咱采取行动的所在，安尼啊，所以呢，这种种包含伫自行当中。
忧酸无明以行作义有因果，色无色行己有专果。那么今日呢，啊，这重点就是要甲咱讲，无明啊，佮行啊，伊是作为己有的因。等于讲无明因行，无明作为因来帮助行来显起。唔过这种的行呢，伊是同齐做伙，同齐活动。安尼啊，这种的因啊，伊是同齐活动的，所以讲叫做己有因。等于讲无明发动行的时阵，唔过迄当阵呢，无明甲行伊是同齐进行的。啊，所以讲叫做己有因，嘛是因为这个己有因的关系啊，所以呢，予咱的色行无色行，伊唔只会同齐兴起，同齐发动。这个色行就是指身业啊，佮口业，这叫做色行。啊，那意业呢，就是无色行，因为色是物质的意思。啊，在咱的果报体当中呢，包括身业，包括口业，这拢总是由物质的果报体啊所发动的，这叫做色行。那么呢，无色行呢，啊，就是非物质的业，就是心法，属于意业。啊，所以今仔日身口意业，伊会当作现起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无明。以作为行的己有因，安尼。啊，那么到底安怎做呢？下面就阁进一步甲咱解说。伊讲，自有现前，爱慧爱敬，处灵随顺则恢复行。就是讲啊，遮有真济现前呢，啊，包括可爱的境界，啊，包括不可爱的境界。那么咱。爱了解啊，这个可爱也好，无可爱也好，哈，这个境界呢，现前的时阵呢，伊会当随顺帮助咱来做作恢复行，就是恶业啊，做恶业安尼。咱那是啊，对这个可爱的境界有执着安尼。啊，也是讲呢，哈、啊，这个对于这个无、啊、可爱的境界呢，哈、啊，咱也是有执着。今仔日咱要追求可爱，也、啊、要远离这个不可爱。啊，当然，这当中呢，伊往往就会互咱来做恢复业。啊，咱要追求可爱，不过呢，用无正当的手段，安尼，啊，咱呢，哈、啊，无爱这个非爱的境界，不过呢，哈、啊，嘛是用这个无正当的手段。啊，所以当阵呢，伊往往会随顺，予咱做作恶业，安尼。搁再来呢，吼，以生及死，起决定性，求可爱生，处灵随顺，做诸福行。咱如果对有这个死亡，哦，啊个生起，那有一种决定的信心。啊，比如讲，咱在这个社会，啊，在这个人道当中呢，咱啊，因为有接受到教育，啊，所以呢，啊，咱知影讲，啊，这个死亡了后，啊，佫有一个新的生命会兴起。那么今仔日为着啊，要追求未来可爱的生命。啊，因为咱有认同这种的理念，啊，我现在呢，啊，我若是做好，啊，我将来呢，就会当得到好的果报，得到好的生命，安尼，啊，所以呢，啊，伊就是对有这种的理念有决定的信用，有决定的信心。一般说，啊，这个一般的这个宗教，啊，大多数拢提倡这种的理念，啊，不管是基督教、啊，道教，安尼。啊，种种的宗教呢，往往拢讲啊，咱啊做善啊，将来呢得到好的果报啊，或者是讲呢升起到天堂啊，升起到天上安尼啊。这一般的宗教呢，吼、啊，拢有提倡这种的理念。咱接触到了后，
啊，接受伊的教育了后呢，啊，升起决定的信心，啊，所以呢，咱就会落实行动，想要求可爱生。那么这往往嘛是会随顺，啊，咱造作种种的福行，就是善业。那头前呢，伊是看在眼前的尔，啊，看在眼前现前的这个爱慧爱敬，可爱的我要追求，啊，无可爱的我要啊，甲排除。啊，所以伊若是看在眼前的时阵，伊无顾虑未来，那么往往就是会由此来做恶业。啊，如果呢，若是讲伊的眼光看较远的，啊，伊会当看到未来的事，啊，现在的生命结束呢，并无中断，啊，并无消失，阁会有新的生命现起。伊若看较远的话呢，伊就追求未来的可爱性。啊，所以往往呢，就会予伊造作善业，安尼。搁再来呢吼，以色无色，由各换心，起功德相，处灵随顺者不动行。那么，搁有一类的众生，伊对有色界，对有无色界，迄种有各换的各报心。伊如果若是有颠倒，对于即种有过犯的果报心生起功德相，咱个了解呢？这个哦，好比讲佛在世的时阵呢，哦，真正挂道啊，那么伊的追求啊，将来哦，要升起到色界天、无色界天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伊认为色界天、无色界天是一个解脱的境界，哦，是一个涅槃的环境。安尼，唔过咱要了解呢，色界、无色界，伊毕竟呢，还阁是三界内。那么伊这种果报呢，嘛离不开五蕴，伊嘛是属于暂染的果报。所以，得算讲，予伊长岁寿，啊，予伊无苦恼。唔过呢，这种的果报基本上嘛是烦恼，嘛是业所创造的，所以伊基本上嘛是无可爱，是有各烦的一个。割脖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啊，因为伊阿个是残忍，阿个是离不开苦。啊，虽然讲伫一期的割脖体当中，啊，伊迄种境界呢，啊，当然比咱人道啊，比咱欲界佫较好。不过伊毕竟嘛无远离烦恼，所以嘛阿个残忍，阿个属于有过患。那么今仔日外道呢？因为伊颠倒。错误的思想，和伊对迄种有问题的果报心产生一个思想功德的想念，哦，那么当然伊就要追求嘛，啊，所以呢，伊变来追求，伊就会来做不动行，就是修禅定，啊，修禅定这叫做不动行，那呢？啊，所以呢，啊，当伊修禅定了后，啊，目的呢就是要希求将来。来到色界、无色界者啊，得到啊，伊所认为迄个功德的果报安尼。那么如是等类，是名随顺行法。以上啊，这三种类，这叫做啥啊？这就叫做随顺行法。啊，等于讲，咱对有一个爱慧爱敬啊，伊会帮助咱升起恶业。啊，若对有这个吼、哦、未来可爱的果报呢，吼、哦，伊会帮助咱升起善业。啊，对有这个色界、无色界呢，啊、哦，有各凡的果报体，咱若升起功德相呢，伊会升起咱的不动业。啊、哦，所以这就是随顺咱造业啊的一个因素，叫做随顺行法。以处诸法由无底故。令不现了，是故无明以行，令作已有福种缘。那么今仔日，咱就是对有只随顺诸法呢，有蒙蔽。好、哦，咱对有只随顺诸法呢，无现了。为什么？啊，因为无知的关系。咱对这个爱慧爱敬呢，咱无认识。咱认为可爱，认为无可爱。
其实迄嘛是咱一个颠倒的心念。今仔日，好比讲一个可爱的境界出现的时阵，咱如果若无了解伊的真实相呢，咱就会执着伊是可爱。啊，是讲呢，当不如意、不可爱的境界现前的时阵呢，咱嘛是因为一种执着颠倒的心念啊来执着伊，迄叫做无可爱。就是因为这个颠倒的心念，让咱无法度看清伊的真实相。那么这个颠倒的心念是啥物事？就是无知，就是无明，所以无明给咱障碍嘛。搁再来呢，这个未来的果报体，咱要了解，咱将来世来人间得到富贵，或者是讲去天上得到富乐，不过呢，咱要了解，这嘛是苦。因为伊嘛是一个暂时的果报，伫人间享受富贵，伫天上享受富乐。不过呢，这嘛是一个短暂的果报呢。这种的快乐呢，伊早晚有一天嘛是爱破坏嘛。不过咱无遐多认识，所以一味追求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无知，无知的关系，互咱对这个法的真实相无遐多显了。啊，当然呢，这个色界、无色界。有各凡的果报体，那是依佛法所讲的，迄嘛是苦，因为还佫有烦恼，还佫有执念。不过这外道呢，看袂清楚，伊认为这就是解脱啦，佮他看到表面尔，伊无看到伊背后还佫有真严重的问题，所以这就是不显了。今仔日因为不显了的关系，所以咱来了解。是想扮演这个角色呢，就是无明。无明呢，就是予咱在发动种种的行的当下，伊就是障碍咱，予咱对有只随顺行法无限了。所以无明以定义得作为行的具有福种缘。就是咱作业的当下，作业的当下呢，人来了解，迄当阵嘛是有无明同齐咧活动。那么无明伊活动的目的，就是蒙蔽，互咱对有咱所期待、咱所盼望的遮个事物有无了知有无现了好比讲今仔日。咱若是讲追求未来人天可爱的果报体，然后呢来做善业。咱如果若是有智慧，会当发觉讲未来人天可爱的果报体，其实呢，还佫有真大个问题，还佫有苦。那么相信，咱就袂因为有这种的需求来做善业，安尼。所以当咱做业的时阵呢，无明甲咱障碍，互咱看袂清楚。唔只一味会去作业，唔管做善业、做恶业、做不动业，拢总是受着无明所惑障，安尼。由惑障故，不知各烦，不知出离，以三界爱，或无有爱，自作恢复惑行，或不动行，是名为比比殊法起诸行。今仔日因为无明，甲咱惑障的缘故，那么咱看袂清楚事物的真实相。迄当阵呢，当然咱就无法度了知各烦，嘛无法度了知出离。等于讲咱对有遮种种的对象呢，咱毋知讲伊背后一个严重的问题，这就是不知各烦。若毋知伊的问题呢？咱就无法度远离，好比讲咱的追求迄个爱慧爱敬，安尼，咱的追求呢，可爱生，或者是呢，要追求未来，迄个，色界无色界有各凡的心，因为咱无法度了知伊的问题嘛，今仔日，咱也知影讲，遮有一个食物，那么呢，食物看起来真好食，毋过伊有。蓝毒药，有蓝毒药。咱若唔知讲有蓝毒药呢，咱看到想要食，想要去加，
品尝看卖。啊，如果今仔日呢，咱也知影讲，伊迄种藏毒药在遐，表面看起来你搁较那好，哦，搁较那水。毋过呢，你若知影讲伊有问题，伊你嘛袂想要去食。所以，若是了知各患呢，伊就知影讲啊，要远离。啊，如果呢，若不知各患呢，伊就不知要远离。啊，所以当阵，伊就依止伫三界的爱，或者是呢，哦，依止即个无有爱，啊，然后来做作即个恢复复行，啊，是不动行。即个三界啊，三界的爱呢？啊，三界的爱，就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咱对这三界的爱着，今仔日咱对欲界的欲有执着啊，所以呢，就会生来欲界。啊，若对色界、无色界的执着呢，伊嘛会互咱生去到色界、无色界，迄就是三界的爱。亲像拄则讲的嘛，咱现前的爱非爱境，可爱的境界，无可爱的境界，咱对伊呢，若是有执着呢，啊，咱会做啥？哦，做即个恢复行嘛。迄个就是三界的爱，互咱做恢复行。啊，是咱需求未来人天可爱的个报体。哦，那么呢，来做复行，哦，这嘛是依止伫三界的爱当中。好，咱来做复行的。啊，咱如果呢，那是想要追求色界、无色界的果报体，啊，好比讲，啊，你认为讲这个色界的果报，啊，无色界的果报，啊，非常的殊胜。那么呢，啊，对伊有爱着，啊，那么呢，就会做不动行，啊，所以这就是依止伫三界的爱，啊，来做这种种的业，或者是呢，依止伫这个无有爱。这个无有爱呢，哦，简单讲就是要需求解脱，需求涅槃，安尼，伊想要得到解脱，想要得到涅槃，那么这种叫做无有爱。不过呢，亲像外道，外道伊嘛想要得解脱，嘛想要得涅槃，伊嘛无想要伫三界内，啊，无想要伫世间内受苦。啊，不过呢，伊所认为的解脱。伊所认为的涅槃呢，啊，煞唔对，伊执着了唔对。虽然讲伊有无有爱，啊，伊有心要追求涅槃，有心要追求解脱，不过呢，因为对象唔对，方法唔对，啊，煞何伊呢？啊，来做这个不动行，啊，好比讲伊将色界、无色界这个环境呢，啊，当作涅槃，啊，当作解脱，啊，所以呢，伊就修禅定。啊，来追求这种的解脱，啊，不过长期究竟呢，啊，因为方法唔对，目标唔对呢，伊嘛无法度脱离世间，啊，所以呢是由这个无有爱啊来做不动行。啊，今仔日咱因为无明蒙蔽的关系，对三界即一切的事物，唔知影伊的过患，唔知影出离。所以当中呢，咱就有三界的爱，或者是呢有这个无有爱，啊来做种种的业，啊，所以是名啊为彼彼事发起诸行，啊，这就是为着种种的事物，啊，互咱来发动做种种的业，安尼，所以咱来了解，咱在做业的当下呢，是有无明同齐的活动。那么这种就叫做既有福中缘，了解这个意思。搁再来呢，吼，又有恶见放映，其行无知，为无间灭生起缘，发起诸行。啊，第二种呢，啊，就是无间灭生起缘，就是讲今仔日。咱因为啊有迄个无知，那么这个无知呢，伊是堪恶见、堪放逸、同齐活动的。啊，咱最首先啊有无知，啥物是无知呢？嘛是无明嘛。这种的无明呢，伊迄当阵啊内面掺杂种种的恶见，
啊，搁再呢吼，内面有掺杂即个凤液，啊，等于讲伊是含恶见、含凤液相应，啊，然后同齐活动的啊，即种无明。那么经一刹那，伊是恶见凤液的无明。搁再来呢，伊就会当作为缘，无间断，后一刹那呢，就发起诸行，就是发动咱作业。那呢？哦，天公将一刹那啊，是恶见放映同齐进行的目的。啊，然后呢，后一刹那，伊就有力量来帮助咱发起种种的业。安尼，所以这个过程呢，就是无间灭生起缘。啊，天公将一刹那是无明，后一刹那呢，就是发动作业啊。啊！以前后安尼，那么这个咱看注解，由于恶见至发起诸行者，初中诸行为以所念恢复依复及不动行。那么伊家所讲的诸行呢？伊家所发动的念呢，就是唯独意念。所含摄的哦，这个恢复复业，啊，佮不动业。咱个了解呢，咱所发动的业，包括恶业、善业、不动业。那么由地发动，就是由咱的心口意才发动。不过现在才所讲的诸行呢，唯独干呐属于意业，这个范围的善恶不动业安尼。啊，为什么安尼讲呢？伊讲由善无明为无间灭因果，为妄无色由出因果。因为现在叫做强调的啊，就是无间灭因啊，无间灭因，无明作为行的无间灭因。这个无间灭因就是讲，前一刹那是无明。后一刹那就是行，那么伊彼此之间是相续无间断的，那么这叫做无间灭因。等于讲前一刹那的无明，伊有力量作为因来帮助后一刹那行的现起啊。那么这种叫做无间灭因。唔过咱来了解，伊既然讲是无间灭因，那么这当中呢？就是唯独无色，较有这种的代志。因为咱了解呢，头前咱过去捌学习过，哦，等于讲心法甲心法之间，较有无间灭。那是心法，啊，佮物质之间呢，就无这个无间灭。前一刹那是心，后一刹那呢，嘛是心。这卡也当叫做无间灭。如果将一刹那是心，后一刹那是物质，啊，这就袂当叫做无间灭了。所以现在者既然强调无间灭，那么将一刹那是无明，无明当然嘛是属于心嘛。那么后一刹那呢是行，行呢包括三种，包括呢心业、口业还有意业。如果那是心口念呢，这就属于物质。那么物质就袂当有无间灭的问题。啊，但是因为前一刹那无明是属于心，啊，那么后一刹那呢意念，意念嘛是属于心，啊，所以这当中较有无间灭的问题。啊，所以才甲咱讲啊，唯独意念所含摄的。善恶不动业啊，那么啊，较会当算是诸行啊，都无包括心口业安尼啊，因为现在所谈论的是无间灭相关的问题啊，那么这嘛唯独无色甲无色之间，较有这种的缘安尼。搁再来呢，啊，以三界内外诸行。皆以因所生法，岂不如理分别是名恶见？
什么叫做恶见呢？就是咱伫三界当中啊，就是包括什么会，包括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啊，佮包括呢吼内外的诸行，就是咱内在的个报体，啊，佮外在的气世间。哦，就是讲过去的内外，现在的内外，啊，搁在未来的内外，或者一切法，除了这以外呢，啊，搁包括对有因所生法，安尼，哦，这个因，哦，就是这个业嘛，啊，那么因所生呢，就是果，就是包括因果安尼，那么咱对有这三界的一切法。啊，佮对于这个因果的处理呢，那是生起不如理的分别，这叫做啥？哦，这个叫做恶见，安尼。哦，咱有一种无合理的分别心，这本身就是恶见，安尼。佮再来呢，吼，以业以宿及其不能殊得诸行各现，是名放映。啥物叫做放映呢？就是咱对有业果，啊，这个业就是因嘛，因相就是果，啊，就是讲对有这个业，啊，佮由业所生的果，啊，佮再呢及其，就是业果的道理，咱袂当来输得讲啊，这个诸行当中有种种的过失，安尼，啊，好比讲今仔日，啊，善业，啊，得到善的果报。那么这嘛是代表一种业果的道理。那么恶业哦，得到恶的果报，哦，这嘛是代表一种业果的道理。咱也袂当有智慧啊来思维这当中啊伊的过失啊，比如讲啊，那这个善业得到善报，恶业啊得到恶报啊，这种的业果的道理。那么，以这当中呢，我啷个了解诸行啊？诸行的过失啊，诸行的过失，好比讲咱若做恶业呢，啊，就会得到恶果啊；啊，若是做善业呢，啊，得到善果。透过这个业果的道理，来互咱了解讲啊，诸行其实啊，伊是有种种的过失。那么，迄当阵呢？咱无法度去思维这个层面呢，啊，这叫做啥？这就叫做放映。咱今仔日呢，若是有一个正确的业果的道理，啊，咱若是会当来思维，啊，会当来体悟，啊，当然呢，咱会追求好的，会远离这个无好的，安尼。啊，如果若是无法度安尼做，啊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吼，咱也无法度去思。属于这个道理，那么当然，咱就会看眼前，一味追求快乐，啊，然后呢，哦，又再来做恶业，安尼，迄个是因为无法度去属于着业果的道理，无法度属于这当中的相关的问题，啊，那么这叫做放业，安尼，处以无地同行相应，是名其行。今仔日，咱来了解恶见也好，放逸也好，伊是看无知同齐活动，伊是看无知相应的。哦，咱为什么会有放逸？为什么会有恶见呢？哦，因为有一大部分的原因，就是无知同齐做伙活动，看无知相应。啊，所以当阵呢，其实这叫做畸形。哦，等于讲，当咱有恶见的时阵，当咱有放逸的时阵呢，就表示讲咱对有这一切法的真实相，对有这个业果的道理呢，咱是无知的。安尼，啊，所以这叫做畸形。由是无明差别，说有见无及放逸无。所以，咱个了解啊，伫头前，咱学习无明种种的差别当中，
那么遐，就捌讲有一个见牛，啊，佮放养牛。即、这个牛名呢，吼、哦，包括甚物货？包括19种牛名的差别，吼、哦，啊，佮有即种吼、哦、5种的牛猪，7种的牛猪遐，遐曾经就捌讲着啊，见牛，啊，佮放养牛。等于讲，见牛嘛是牛名，放养牛嘛是牛名。不过，迄、那个部分，伊主要是咧强调迄个恶见，啊个放养，安尼。哦，等于讲这个恶见，啊个这个放养呢，虽然讲伊是恶见，伊是放养，不过内面伊嘛有一大部分无明的成分，啊，所以讲叫做无啊恶见放养畸形的无知，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有处无知，见无干灭，后决定生，故说以形为无干灭生起因，由是发起诸无色性。今仔日呢，就是因为这种的无知，哦，因为这种的无知，所以头前无间断灭度啊。啊，那么后边伊决定就爱生气，生气什么货？生气种种的业，安尼。啊，等于讲，这种的无知，这种的无知啊，包括恶见的无知，包括放逸的无知，咱若是有的话呢，将一刹那，伊虽然无间断灭度啊，不过呢，后边。伊决定就会发起种种的业，安尼，吼，就会发起种种的业。种一刹那也是无知，那么后一刹那呢？决定种种的业，伊就爱生起。所以呢，毋只讲无明，伊是作为形的无间灭生起因。啊，无知就是无明嘛。那么什么款的无明，就包括见牛，啊个放养牛，一个是恶见，一个是放养。咱只要若有这两种的无明现起，哦，将一刹那，虽然灭去啊，唔过呢，后一刹那，伊必定会影响，予咱来发动种种的业。所以呢，唔只讲无明作为形的无间灭。生起因，嘛是由此来发动，予咱造作种种的无色性，就是意念。等于讲前一刹那，咱有恶见，有放逸，那么后一刹那呢，就发动咱的意念，予伊现起。今仔日呢，就是因为咱有恶见的目的。啊，有这个放逸的无知，一个就是见牛，一个就是放逸牛。啊，所以呢，啊，唔只有这种的无知，予咱啊，这个无明，将一刹那灭度的时阵，那么后一刹那呢，意业就现起。所以才讲哈，见无间灭，后决定生。前一刹那也是无明，当然这个无明呢，伊是属于见牛，啊个放养牛。那么后一刹那呢，咱的意业就现起。不过这个意业呢，啊，以前所讲的，就包括善的意业、恶的意业，啊个在这个不动的意业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以前所强调的，就是无间灭生起因，就是心。啊，心法啊，个心法之间，较有这个无间灭因，所以前一刹那啊，无明伊是心，那么后一刹那呢，意念伊嘛是心，啊，所以这叫做为无间灭生起因，啊，第这个意思。那么时间的关系，咱今仔日研究到这，就好诸位，弥勒尊佛。